医生，你有点感冒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记得我？这是我长得也不特别呀、啊。你这每天看这么多病人，还能记得我呀？但你穿的特别呀、啊。今天前晚了，出门还到底忘穿了。上次也是忘穿的。上回不是，上回吧，我女朋友看到我回来太突然了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老公，你说我一天让你干点啥咋这么费劲呢啊？那接我下班还能走错地方，你脑袋一天合计啥呢？再说了，回家能不能帮我做点家务？我都说你多少遍了。你瞅你呀、啊、连架都不会吵，你以后怎么办呀？我错了啊。老公，我说你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让你干点啥这么费劲呢？你说你接我下班你都能走错地方，你天天合计啥呢啊？这我就不说你了，下班回家你能不能帮我做点家务？说你多少遍也没有用啊，你还有脸笑啊？听我说话没有啊？跟你说话呢，吵架呢，嬉皮笑脸的，一天给我死脸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将军，停车，你车没了。这不叫车，这叫车。停车，我说的不是车，是你自行车没了。站住！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